2020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。停靠在门口的永久单车，再没有带过一个漂亮的姐姐。2020年的寒风凛冽，我又得穿上加厚棉衣和棉鞋。我像一只飞来飞去的八戒，没站稳摔一跤裤子还被。订阅和转发吧，谢谢。